好，我是阿龙。那我们的订阅已经来到500了哦。那还没订阅我们的观众的话，请在下方先帮阿龙先按个订阅，然后记得要到第33集罗宾那边去留言，因为我们今天晚上12点我们就抽奖了啊。每个礼拜一的话还会释出就是下一批要抽奖的，那下个礼拜就是要抽这两只，因为观众一直讲说想要哥吉拉，那我就是顺便把我自己本来要留下来收藏的哥吉拉做个开箱，然后顺便就是预告一下说下个礼拜要抽这两只这样子，然后阿龙后续还会再去打哥吉拉，然后预备到700的那个订阅左右再来给你们抽。那我现在就是把这些那个哥吉拉做一个开箱啊，我等一下把视频就是带到前面来，然后近拍给大家看，抱着文具啊，因为它打开这次，因为港版的都比较简单，它就只有一个袋子而已。因为这一次都没有人留言说要抽三头龙，所以我就把三头龙拿去卖掉了，反正好像也没人要。那我们先把这几只打开，好几个版本的哥吉拉，好几只我还没拆啦，我只是把暂时这几只会摆的先拆开这样子。OK 啊，那它拆起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我们等一下我会近拍给大家看。那我先把这两只哥吉拉收到旁边去。那我再接着跟大家讲，我们这一次新朋友还不知道的那个500订阅的奖品，就是这一次500订阅我总共要抽出8样，所以你一定要订阅，然后留言，然后顺便帮阿龙分享出去。啊，这样子的话，我到时候会请你出示你的那个。就是你的有订阅的图片啊，还有你个人的资料啊，让阿龙核对说是不是你本人，或是你有没有订阅这样子，这样子的话大家才公平，才有那个资格可以抽这样子。那我现在介绍一下，就是第一支要抽的这个是宝可梦的雷丘，然后第二支是日版的布丁狗，这一支会比较大一点哦，标都还在这边，然后阿龙到时候都会帮你们组装起来这样子。然后第三支是我们白镇的卡利法，可以。然后第四支，放这边。第四支是白镇的特兰克斯，这里。然后第五支是夏季初音，我那时候拉公仔的时候拉到一只，所以我就准备留给你们抽了，我自己有留一只就好了。然后1、2、3、4、5，那第六支就是这个。有玩电玩游戏的应该才有看过它，它是那个魔域幽灵的那个猫女，对。然后接下来两只一样是娃娃，娃娃的话在后面这边，是那个琪琪，还有最后一只是那个宠物当家这只狗狗。以上就是这八只。那就是喜欢的观众记得一定要留下关键字。你不要那个资讯栏没有看清楚，你只有留言说我要抽奖，我要抽奖的话侦测不到你，这是不算数的。所以你资讯栏下面一定阿龙都有清楚打说这个礼拜要留言什么，麻烦你就是要看清楚啊，不然的话就是你没看清楚啊，阿龙提醒你，你又没看到的话，那我们刚好抽奖的时间一过，那就没有资格，那我就只能说声抱歉了这样子。那就是再请大家多支持阿龙，因为我后面还有好多影片就是等待着要送给大家啊，大家不要急，因为我那个精品我打了好多，打了一堆一堆的，像你看后面这个都是准备要再送你们的，只是就是因为大家想要哥吉拉，所以我想要说后面再拍这样子。像这个后面我们会再做一个开箱，因为现在还轮不到他上场这样子。然后还有这个。这个组装的话可能就要一个小技巧了，不过这也是后面要送给你们的。那我们影片就暂时先拍到这边了，然后我就是等一下会近拍一下哥吉拉的那个画面给你们看这样子。那记得就是要记得在这一部影片下面留言，才是500订阅的活动留言哦。那礼拜一还会再开一个哥吉拉的留言，也就是说一次要留言两个地方才会有抽奖资格这样子，要记得哦，不要忘记了哦。好，那有什么问题或是想要问阿龙的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这样子。那我们影片先到这里结束咯，拜拜。